阮囝无可能去自杀，伊无出现，伊就是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伊今仔日才唔敢来啊。律师要先跟我们讲几句话吗？阮囝无可能去自杀。夏朝言因为今日唔敢来，伊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？伊无出现，伊就是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伊今仔日才唔敢来啊。时间蛮短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其实也正如我们律师团的预测啦。那当然，因为本件是有关于确认诉讼嘛，那这个确认诉讼的话，本来调解预测不会成立。那只是说比较超出我们预期的是说夏姓被告那今天也没有出庭，那当然这个是他的诉讼权能，我们都予尊重。对于本件不成立，事实上双方应该可能律师团也都有所预测了，所以就本件我们直接就是调解不成立。按照我们目前所获得的资讯来看，就是如果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这个部分，如果是成立的情况底下的话，那当然对我们的诉讼、民事诉讼会是有利的。我们只能说，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是审慎乐观。